poco menos sitio. Però il mio lì, o la vecchia di campo, o la vecchia di campo, di sì, pezzo. Poi si va, tu c'ho mangiato se sei lì, ma non è poco, ma non è meno sito, io mi sono pezzo. E ho detto, ma ci va, vuoi la domanda di campo, c'è la carta di campo, ma non è meno. Cavolo, vuoi la domanda? E ho detto, c'è una cosa. 但死了也就不代表是被咒，别人咒的也刚，侬是咒我他。你咒我，晓得。所以，希伯来书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话在第九章，在四元里面的是在第九章的第九六。然后现在看啊，在九，再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 是为见之事的证据。啊，你就说，你会所盼望的信是啥物事？哦，对我来讲，我所我所盼望的信是第一个，因为爸爸妈妈今晚就听到啊，所以我相信我有听到你听到，但怎样？啊，你可以看上一笔，这是我最喜乐的事情，而且我相信一定能够达到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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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做的每一个事工，拢是都可以讨神喜悦的。我就是这么的相信，安尼，然后我相信上帝有可能将奥克放伫我面头前，但是迄个奥克是为了成就更深的信仰观念，更多的祝福，我就是要相信这样的。所以无论有偌有遐艰难的代志临到我的时候，我去学习耶稣讲的一句话，耶稣伫约翰福音第十章讲一个物件，我是好牧人。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所以我每去的一间教会，不是伊的帮助，坐较少，我已经真清楚。我每去的教会是一间想要当家的教会。我每去的教会是一间因有意向，因都想要做的教会。我不在乎你们给我多少钱，那不是我要的。我要的是，我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成就将来的事，就喜欢说什么这种东西。那么将来的事很简单，就是耶稣来时，然后说，哇，各个群众的人，他一来家，跟我同享这宴席，哈，爽不爽？真的啊！所以吼，我反正我就爱打上电话，因为我等下上电话时，我讲啥啦，快来！我那个打电话时，你也多来时阵吼，你也讲嗯，袂歹，我无咧打电话，行对我来，我你讲，我绝对拢无消失。我偏爱我就见你啊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信用的盼望。但是这个盼望还没有来之前，伊来讲信就是所望之。是的实力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还未来进前，你要相信这个成就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，你要做的代志都是安怎样，都是面对你上帝。哎，无论人对你安怎样，你都跟他安怎样，很快就释怀。我跟你讲这个吼，我进前哪有可能讲我形象好好，今仔日忽然间我提一个大升空来。白了，拜五甲拜
半夜都在那个不下蛋的吧。想看那球迷的安排就急你到底要不要买给我？你看看。
看这两种的态度差好多哦，有无？你到底要不要买给我？兄弟的态度就差足多，买三斤无买，买二千，一万块送三斤茶米，后者你就变这个态度的。然后今仔日，我就卡好伊哦，啊伊食到足好嘞哦，我才害啊够感激。然后阿妈，你今天好辛苦哦。我说啊，怎么了？他说哦，我知道你早上也有讲到哦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提供我在祷告的时候知道你有讲到。说操蛋了哦。他接着又说哦，鞋子来了哦。现在这样子就好，我不会跟他说，我说不要再干了，
安尼结果很歹势。你若讲讲安尼，阿弥陀佛无必要去吃，因为我要找的教会就是怎样，以随喜礼拜六受礼拜天的教会，这是我的主教。啊，你若讲讲安尼，牧师讲安尼就好，诶，音量安尼就好啊，啊，咱目前骨安尼就好啊，啊，咱拢安尼就好啊，我讲。就进入那个不会了，对吧？进入那个那要看到你们才会看到我，啊，就开始摆了不啊？几天了嘛，就要看到几天了摆一干啊，对吧？啊，一礼拜摆四个啦，然后叫另外摆，叫一个摆啦，哈哈哈哈哈。不要，我们不要当主教会，我们要的是我们肯定神会重用我们的教会，所以。各位，我讲，恁若有机会去跟教会六常的同样，我赶快要向你宣告一件事情：，无论各伙伴教会的，讲后摆有人要甲咱支援，我不管，对我不管。无上届好，若有感谢上帝恩典慈悲怜悯，若无上届好，咱就是今年底就要准备走出什么样的路，你知无？恩典之路，南北升堂，升堂你说千万不要回了，南北开始读经，这是个意思呀。南北五中会申请崩溃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可能伫十月底，我会甲其他个人几位领导来看咱教会即马的会结束。你知道你今晚在哪度去所买贵了？再见。三十万。三十万。恁超贵啊！恁超四十万。可超贵啊！哦，超贵。我们想说，但是慢慢好生意，好生意嘛，爱靠边哦。哦，就是你会到位多少？就会将。我未将完那个地方。你讲你这部分是全部过去啊？我给他换多少钱？都是那会当，你想要当这样子，参加我就刷回家。我就刷这么大，那阮大人甲大人之间联合作做，啊，然后阮会一种标互你签，你做，啊，即马来人太多面对真济问题，但是我无甲这问题当做。阿妹，阿妹，我知啊，我们都要出货。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，这些问题。点正常还是应验？啊，对啦，这部分啦，春节的问题，我主要会聊。哦，很多有一挂实际问题，比如讲要方面的状况啊，这物件，个人对外讲，如果我们有在动的时候，他们手上的订单数，这拢是问题啊，对不？我其他个人讲这物件，是滴，我咧看伊个大人数，足大的感动。包括很多去买《使徒行传》，它是圣灵在动工的行传。希伯来书，它是一群经历过圣灵的人，把它汇编起来做一些见证的一本书。所以你赶快透过因的经历，然后写一本册，甲咱讲，原来信的重要性是倒位，信的重要性在哪里？这里我今仔日讲的很够。信用和信心都同，信是咱甲上帝连接了后，当你有迄个心态，要面对你的上帝时阵，才产生信心。信心是啥意思？才容易度过困难的时阵。所以你今晚有困境的时阵，是你要经历上帝和你信仰之旅的信心之旅的阶段，你不要害怕。你千万不要害怕，你要向你的天父祈求。立伟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会这么祷告：天父，求你赐给我受教的耳朵，求你赐给我敏锐的味觉，让我抓到顾客的胃，让他们喜爱的为他们准备的东西。天父，也许现在我还没有办法。但我相信你会为我预备这些东西，而且超过我所求所想。你要去宣告这些事情，然后要动起来。
哎不，你若当起来，我甲你讲，你一个月你就你上少下山三公斤，你要相信我。相当你刚才工作量增加了，可以缓落。心力交瘁。缓落想办法上，但是缓落压力造成的一个结果，它未必代表它未必不好。你要这样子，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才会成长。信心之旅，它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我把我所想做的交给天父，但我也做。我做了，我做不好，天父喜悦，天父成全。他们告诉你。哦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神要给你的早就预备了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我现在告诉你，神一定会给你。你只要动了，你也跑。哦，我那个真好，我比他每个看了。你的观众已经老啊，后面都是你贵的时代啊。对啊，那我另外要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是第一代的信徒，神的祝福一定会给你多。当你乐意被神参与的时候，他在一起一起啊啊的时候，哇去哇去哇去，他现在百姓人哇去哇去，然后是那个五四三六，现在哇去人家都是在讲讲福音啊。啊，他不，我不知道他讲对还是不对，他喜欢怎样，他越讲他就越会。后来我讲一个，最后我敢讲一个故事，在印度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，那是这样子。我一天有一只老鹰，天顶飞，看到下面有只蛤蟆，开啊大个，伊看到蛤蟆嘛，足好食。啊，老鹰在那飞飞飞飞飞飞，想要食蛤蟆时，嘎了一声，蛤蟆就拍开。各位，老鹰。叫蛤蟆好吃了，怎变成啥？你知无？变成鸭子，你有法度想象吗？老鹰变成鸭子，安尼有差足侪无？啊，迄是印度的一个神话故事，然后他就开始引用这个故事，啊，开始讲好听。伊讲老鹰遇到事情就面对，遇到问题就面对问题解决事情，鸭子。遇到问题就在想，问题怎么会那么多？所以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可能老鹰也会遇到困难，但是老鹰勇敢面对困难。鸭子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呱呱呱呱呱，还是鬼鬼跳，我照后面，我后面了。老鹰它在飞高的时候，它看到下面的东西。他勇敢果断，想要拿他就拿。鸭子看到想要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拿，所以也得按专用，呱呱呱呱呱。我继续跟他说，希望你不是鸭子，一直在那边什么，呱呱呱呱呱。你是神要你升级成为一只上鹰。老鹰跟鸭子有没有差很多？没有，现今有足侪技术都是用老鹰做技术，有如鹰展翅飞翔。所以，当咱在看这物件时，你要知道，神其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在那当中。如果你愿意被神用，神一下子就怎样提升你。在提升的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回来神的话里面，在神的话里面被监控，要不然很快会迷失，你会很快的骄傲起来，很快就会被撒旦所用。所以拜托他们两边，正反的情，第一道，第一，他上第一位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。上帝将一切派来这个教会，神的祝福原来就在这里，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追求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。